我生活的地方是阳澄湖示范区，这里位于洪湖深处，这里的人少，水草植被多，是鸟类栖息的好地方。2003年的时候，这个保护区是我们亲戚的一块地，我在这里搞23年前啊，上座湖游啊，买了浮潜呀，前面都是黑压压的野啊，还是一刻钟开湖的时候，被人举报的水利局的把我枪子没收，把我的款呐、发那个保护区的书，我看讲为什么要保护事业，这蛮好，我就懂得原来我们就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为国民谋取私人利益，我是洪湖人呐、还是有责任保护我的母亲湖水。早晨一起来，带着我的望远镜呢，就是看到某品种的鸟迹象啊，大约有好些只数啊。今天那个潮又增加了好多啊，是吧？搞得以后呢，就开着我的这个机动船到那个保护区外围哟。又跑一道去，我们有人进去噻。我在保护区干了接近15年，基本上365天长期在保护着。这15年过年都才一个人在这上面过年，怕人搞这个鸟啊。经过保护区的这些10多年的耕耘呢，保护啊。洪湖还是起了个蛮大的变化。不好啊，我伤害你啊！现在植被恢复起来了，水质比以前清晰了，围网也全部发出了，你现在一眼望不到洪湖是吧？好宽阔的洪湖是吧？